运车司机与机车骑士你来我往，大声互呛，谁也不让谁。冲突发生在四号晚间8点多，屏东枋寮中山路前，男子说骑车要搭载女性友人，客运车要进站，完全不理让女性友人，让他气炸了。但监视器拍下，他骑机车在路口回转，逆向挡在客运车前方。那你逆向停在这里，但我今天我一台大车要进来了，而且事实上是今天已经放慢速度，那可能也是轻按了一下喇叭提醒你。可是你没有走，你还在往前呢，因为他逆向，然后他也未戴安全帽。但不满客运司机欲进站停靠时未礼让女性友人先行，进而引起口角争执。原来这里是高雄及屏东要前往垦丁的客运中继站，三家客运连在一起，车辆进出频繁，有时甚至一口气就停了三辆。因为知道这边都一定有大车会停，所以自己出去都会小心。阿公车蛮常停靠的，他们时间蛮紧，蛮紧的。对，有时候甚至两台或三台都会停，难免公车停靠的时候会比较不方便从这里出入这样。客运车进站爆发火爆冲突，骑士提告客运司机恐吓，警方将进一步调查厘清。 TVBS 新闻艾昭贤屏东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